頭先咧，我就試咗架250嘅街車款啦，咁就佢嗰、那個彎向都 OK 嘅，咁同埋嗰個胎就比一般街車咧比較穩定，上佢冇裝釘把咧都好定，咁可能新車關係啦，佢胎就未開，咁就可能要彎到有少少線咯，咁基本上加速嗰啲相當唔錯嘅，你話以一般車非常之靈活咯。十分你會俾幾多分啊？如果十分，我會俾八分。頭先啱啱試完架麥基里250 I， 咁就個感覺就佢唔似單缸250，似雙缸，好有力。低中扭都好強，咁呢個係覺得呢架車值讚。十分滿分俾幾多分啊？咁呢架車我都有八分半。咁頭先咧就嚟試咗三款車，一款雞啦，一款係街車款啦，同埋一款係啡檸叫 special 啦。咁啊，原本其實我今次嚟咧，主要係針對想即係、就是、對嗰架雞款有啲興趣嘅。咁試完之後咧，個坐姿比較高啦，同埋嗰個速度都上得比較快嘅。咁但係再之後咧，再試完嗰部啡檸款道福嘅有埋 Bamboo 鮑魚嘅 special 咧，咁對比翻我之前揸個 CBR 600 Mar 啦，咁佢嗰個操控性咧都好接近。整體評分，我覺得架啡檸咧會比較高分，大約都可以去到 9.5 分左右嘅。而雞款咧，把手有比較相對少少震啦，因為個把手比較長咧，咁我就大約會俾7分啦。最後嗰、那個S 嗰只街車嗰只款咧，個坐姿會感覺上佢比較戰鬥格少少，會向前傾嘅。咁我嗰個會俾6.5分嘅。咁大致上呢三部車，試完啦，我都係會比較中意雞款嘅。